我自己咁樣睇啦，嗱，我同周俊華都係同一個中學出嚟啦，即係都係喇沙仔啦。喇沙有一句口號就叫 Never Say Die， 即係中文叫永不言敗。咁我翻譯做呢、這、一個，即係大家聽得明嘅就打不死。我請問你啦，好打得犀利啲啊，定話打不死犀利啲啊？即打不死啦、啊！冇錯啦，大家有志一同。其實現場有好多人嗱，頭先咧嗱，我見到你巴士杜琪峰喺度講嘢啦。喂，你諗下而家個個電影界啊，即係一提起就話哇，如果你套戲冇得上大陸市場，你賺少幾多錢啊？佢大杜琪峰呢啲唔怕嘅，因為佢覺得我要講良心話啊嘛。佢除咗拍片賺，佢仲離唔開巴士賺。嗱，我亦都見到咧，自由黨咧黨魁咧啊，鍾國斌都嚟咗，雖然佢冇講嘢，但係都上咗去巴士度。嗱喺今時今日，好多建制派個個都咧已經係哇，就以為阿林鄭當選人啊，個個擦鞋擦唔切。但其實總係有呢啲人都會願意咧，即係出嚟行上個巴士度咯。咁我覺得即係我哋期望呢啲奇蹟會喺星期日度咧繼續出現。好嘅，好嘅。咁多市民咧嚟參加呢個集會，亦都咧同我哋一齊咧做呢個 D 一百嘅直播。咁不如我哋將啲時間咧交俾市民，好唔好啊，雙普？嗱，有啲示威者想嗱，一笑置之就算啦。誒，有票嘅唔使太過憤怒㗎。哦，係選委，更加唔好，千祈唔好，坐埋一齊睇。我哋大家都係生活喺獅子山。不如你同我哋介紹下你自己先啊。本來就懂得高教界唔同嘅人共存，係咪講得㗎啦？其實係一個咧吹哨者。香港精神。係，喂，大家好，大家市民大家好，係你好，我係高教嘅選委黃海峰，係啊。我相信呢一次選舉。首先咧，即係講一講今日感受啦。公開公正，好有感染力。今日我諗大家都 feel 到嘅，即係好老實講，有良心嘅選委，今日都應該被感動到啦。大家話係咪？係。大家或者記得。我兩個月前企出嚟，你話你覺得好有感染力，最感染你嘅係幾時啊？我今日其實咧，朝早咧都喺海怡度見過阿曾生嘅。哦，佢架巴士嘅巡迴嘅時候，我朝早喺海怡都見過佢嘅。咁即係我最感動咧，我諗就係即係你從來都冇見過一個即係政治人物啦，或者個高官啊候選人啦，係有咁多市民可以出嚟支持佢。係好，淨係呢樣嘢已經係好震撼嘅一件事。即係正如杜琪峰就係講話，原來政府係可以好得市民支持嘅。係啊，呢個係回歸咁耐，我哋冇見過嘅。係啊，即係真係好感人呢樣嘢。係啊，同埋今日我哋都聽到好多留言咧，就係話咧，其實今日係即係我哋即係上邊中央，即係阿習大人，其實係好留意今日成日嘅民意。咁係啦，今日我諗毫無疑問。上面一定睇到啦，大家全香港係表現得非常之好，嚇係咪啊？係啊，都係咪？喂，成個集會好和平喎、啊。支持。係啊。周俊華，即係我想講咧就係、尤其是咧，即係我哋一路我其實係由提名曾俊華開始咧，到而家即係已經公開咗俾張票佢咧，我都見到咧曾俊華真係唯一一個。在呢個擁護港人的條件度是合格的，是唯一一個，唯一一個是可以團結到香港所有光譜的人，融化撕裂是沒有第二個可能性的。我很希望上面是聽到今日發生的所有事，無論透過媒體透過他們自己的人落嚟都好，是很明白香港人的心聲。是啊，我們的票是真的 幫香港的未來，是幫香港希望的頭。我個人來說呢，其實呢這兩個月即係 走過來呢，我想說一句就是我們真的很多謝，我們都代表香港市民說，大家很多謝曾俊華走出來給一個希望大家，你說是不是？我們知道加拿大，我們知道是我哋知道加拿大有一個叫 JT， 就係Justin， 即係總理係 JT。希望今個禮拜日之後，香港喺呢個世界上會多咗一個 JT 做世界嘅領袖。大家話係咪？
我哋期望啦，唔該曬你黃偉峰，唔該曬。咁有冇其他嘅聽眾係想發言？唯有面對抉擇，才能夠真正體驗。咁但係其實咧，真係我好希望咧喺嚟緊星期日1194個選委係可以為香港人投呢票咯。歷史係會記住噶，即係歷史就會記住究竟呢一班嘅選委咧係會點樣嘅投票咯。即如果大家識得任何選委嘅名嘅，網上有曬嘅，去將你哋嘅信息、你哋嘅完全、你哋嘅願望不斷打爆佢嘅機。即我呢個好緊要，即使佢哋即軟嘅又有，硬嘅又有，說服到佢哋能夠轉態支持曾俊華。各位同我一路同行嘅朋友，呢個好緊要。今晚咧呢一個嘅集會咧，其實不過而家暫時一路咧，我做完個節目之後咧，有黃小姐，黃小姐係你好，係大家好。今晚我好感動，因為我好少咧參加啲集會咧，我會喊。但係咧，你頭先喊咗啊？一齊見證明天，因為其實喺呢個地方更加美好嘅香港誕生。佢話黃黃多謝各位同意到呢個位置，令我諗起好傷心嘅感覺。但係今晚見到好多香港人，其實講真，安利士，我係反對小圈子選舉嘅。但喺而家呢個 moment， 我哋冇票，我哋可以點啊？如果我哋唔揾一個係我哋認受嘅人出嚟可以做特首，佢俾到我哋希望嘅話，咁香港仲有冇希望呢？所以我今晚真係好感動，同埋我最又再影呢啲嘅。另外一樣嘢我好感動嘅，曾俊華講咗一句，佢話：我得到千二位選委嘅票都好，我得唔到你哋嘅認同，會係冇意思嘅。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令我好感動咯。黃小姐，其實我哋全部同你一樣咧，都係反對咧小圈子嘅路噶。咁我哋都係反對小圈子嘅選舉，但係我哋知道咧民主嘅道路咧嚇，我哋一路行落去。咁我哋呢不斷要壯大我哋嘅隊伍，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一步一步落去。係另外一樣嘢咧，我想喺呢借呢個機會，我哋喺同一啲有票上面嘅朋友，而佢哋選擇投白票或者唔投票嘅選委講少少嘢。我唔係話要脅迫大家要做啲咩嘢，其實如果你哋係民選嘅議員嘅話，請你哋做一樣嘢，喺你 Facebook 又好咩都好，喺你哋個區嗰度做翻個公投咯。票，你之所以當選為立法局或者你有票，係市民俾你嘅呢一票。如果你今日話因為你個人嘅理想、你個人嘅意願去投白票或者係唔投票，你有冇問過你啲選民？選民選你出嚟，就希望你代表佢哋。民主社會就係咁樣。如果你話你係認同民主嘅話，請你用民主嘅方法去問一下你嘅選民想你係點咯。如果唔係，點解人哋要選你呢？我唔係話希望脅迫或者點，我係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做翻少少嘢，為香港、為我哋嘅未來做翻少少嘢。我女兒今年19歲。啱啱入咗大學，之前我都對香港滿懷希望，如果唔係我唔會98年生佢啦。曾俊華，但係而家曾俊華，我呢幾年我淨係覺得係曾俊華，我同我女講，不如你讀完呢幾年大學離開香港啦。但係點解我哋要離開香港？各位香港嘅，我哋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。各位香港嘅市民，多謝你哋出席。所以希望我哋嘅都希望嗰啲諗住投白票或者唔投票嘅選委，咁我就睇下幫下香港人。多謝大家，黃小姐，再講嘅講得好好啊你。其實好令到大家 有共鳴啊！我相信呢啲係好多香港人嘅心聲咯。其實好多香港人今日出嚟咧，即係頭先大家聽到咧，嗰位整飯盒嘅媽媽講，佢哋咧出嚟咧係多謝。哦，多謝。佢哋點解要出嚟咧？佢唔係出嚟撐薯片啊，佢係想去撐咧我哋嘅即係下一代啊。佢希望我哋下一代有個好啲嘅社會。嗱，好呢位貴姓啊？我姓羅嘅，羅生你好。係，就我都係冇票嘅選民。同我一樣啦，同我哋一樣啦。我當正自己係㗎啦。我覺得市民講嘅説話咧，若果係由心而發嘅咧，幾時都係。是很容易理解和很動人，因為
好似阿 John 弟一樣，由心講出嚟就得。係啊，即係就嗱，佢自己話啦，今日全香港睇直播都知道，原來曾俊華講嘢真係叽叽格格嘅。咁但係叽叽格格有乜所謂呢？就最緊要係真啊嘛，同埋講嘅嘢係引起香港人共鳴係啱啊嘛。冇錯冇錯，我哋唔係講緊我哋有幾好口才啊，其實。係啊，其實我哋唔係要語言藝術啊，語言藝術咪修飾得好靚咯。我哋要唔要呢啲啊？我哋需要啊嘛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咧，我希望啲選委聽到啦。我想我哋香港人今晚走出嚟，又或者我哋支持阿 John， 其實我哋個心唔係想鬥，即係唔係想話我哋選一個人出嚟咧，同北京去鬥，又或者同啲建制去鬥。其實我哋好厭倦咗鬥。過去呢、這個即係喺梁振英嘅管治嘅年代咧，其實睇到咧，香港人係被逼係走出一個。走入一個很撕裂的一個社會入面咧，變成焗住去鬥。其實香港人，我諗全香港人，包括李嘉誠，任何人都不想香港鬥。我哋只係看到 John 佢能夠用個心去 calling 香港人，即係去呼喚香港人，希望大家找到一個不要鬥的一個咁嘅路，去跟北京，去跟其他的各方面嘅社會嘅各階層去團結。去為香港去撫平呢、這個嗰種鬥爭嗰種痛苦啊，其實嗰種傷痕啦，係。所以其實再見，拜拜。正話嗰位律師，佢話要移民，其實佢諗好多香港都唔想，但係喺咁嘅環境底下。不可以走，所以 我自己好情緒上其實我都係好難去控制，因為喺咁嘅場面底下，其實個個人都係想話俾啲選委聽，我哋選阿 John 係因為佢係嗰個人有嗰個心，唔好繼續鬥落去，為香港。我哋都係想香港好，其實我哋唔想移民，我哋想留喺度繼續建設咯。呢度係我哋屋企嚟噶嘛，冇理由走噶，係咪？冇錯。难分真与假，难免多险诈。几对友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。无知井里蛙，徒望天星架。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雷声风雨下，百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人比海里沙，无用多牵挂。不可见万天落下，名利世间是无法。